这是什么情形啊？我来叫人绑起来。哎，我靠，有人无？紧来救我！我靠，有人无？哎！我哪会搁伫手术室内底？是安怎要把我的手拔掉的？张俊，是安怎你嘛把我拔掉的？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拄只你伫病房，因为情绪受过激动啊，护理师入来，甲你做一剂镇定剂啦，我着陪伫咧边啊休困一下，啊，试过了，着变到安尼啊。到底是啥物人甲咱创治？我的主权已经摕掉啊，是要害了我娘死在路边才甘愿。同志，你赶紧想办法找人来斗相共啊，紧个啊！啊，无，咱两人做伙话。喊较大声，凡是外口有人听到，就会当入来救阮啦，吼！哎，外口有人无？有听到无？进来救阮啊！哎，救人啊！我需要大三工进来救阮啊！有人无？有听到无？江律师，你做这出？卡点咩？卡点咩？是啊，卡点咩啦？我早起有卡电话给你，你拢无爱接咧。我叫是讲你无爱插门啊。啊！子倩因为发现我昏迷不测，我是不得已才会出来来这做治疗的啦。哎呦，江律师，我因为败血症感染，主管已经医生提掉啊，谁做病人，搁要甲阮拔掉只？哎呦，江律师啊，你是好阿妹啦，你来还袂透开啦？哎呀，无法度啊，根本就拍袂开啊！啊？谁做安尼？就到底想讲拔掉只啦？哎。我嘛唔知影病院人是安怎变咧对待你，对啊，我不接你的电话是因为我去用陈文瑶遐人定调的，我唔敢接你的电话，我惊会泄露你的位置。啊，我是甲你讲哦，我唔是要甲你吓惊，今麦状况直接对你就不利的，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心理准备啊？甲律师啊，你有啥物话直接讲，咱是家己人啊。是啊，葛老师，即摆只有你会当去我甲董俊啊。伊遐个人毋知影是安怎，发现你的行踪，已经走来病院要来抓人啊！病院的人等你甲阻挡。来，恁看，这是病院柜台遐个监视器画面，我着较大声来讲，你听，你着知影我无骗人啊！阿妹，你真是骗人啊！阿妹，伊闯着别人啊！好鬼气！罗家的人七早八早就去海边。替王雅杰招魂，过程足无顺利的，所以足抓狂的。偏偏这个时阵，你带子倩来病院做治疗，啊，就陈文瑶遐个人就发现你的行踪啊！看这个办事，明仔日因若是无抓到你，是绝对袂准出煞的。同学，这摆是要安怎？因若是抓到咱，咱绝对是会死的啦！我跟你说，我拜托你，一定要想办法带我离开。我拜托你，别让我抓到，我真正没有无命嘞，拜托你啦。哎，江老师，我咧找看卖，看是不是有啥物手术刀啦，把这锁啊挂开啦。咱是离开这，啊就无办法做，咱这做维修啦，紧来啦。律师，你一定要较冷静的。你若是在咧紧张，我甲同学处境就搁较危险啊！我拜托你，搁试看卖。陈文瑶，今麦就靠你那边，继续给陈同学压力啊！哎，好鬼气！哦，炸了！要做好我的事情，警察要来啊！一切交警方处理。你说你想啥？我看袂得你甲你所有恶势的人，就去亚杰失踪的海边啊！甲因开灯看吧，用伊的花来祭拜亚杰，
无你甲安尼做，也只分袂只会倒转来。对啦，你去甲伊看房啊！陆开朗真正失去你弟啊！伊若是冲进来，绝对会替咱性命争取。你究竟想要发紧啊？啊！我即马叫人拔掉呀！我哪有啥办法啦？即马刚阿孙最后一步啊！啥物办法？啊！你唔着紧讲，只要能救我甲子祥，唔管啥物办法，我都会照做啦。即马唯一办法就是，恁紧甲我讲，恁甲我阿孙尸体藏伫倒位，我叫人去甲尸体刷走。安尼就算讲伊冲进来，闭门讲伊阿姐下落伫倒位，伊嘛找无尸体啊！只要无尸体，法律就无法度定你的罪啊！哎呦，紧的啦！你搁定做啥啊？你拢要冲进来啊？若是人家冲进来，我就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啊！紧的啦！你甲伊讲，我阿姐伫倒位。若无伊冲进来，咱就直接无命啊！对，共命保掉，这是上重要的代志。紧的，紧甲我讲，若无你袂赴啊啦！陈东俊，你紧讲啊！看看你们老爹家混跑死！好，我讲就是啦。雅姐，我阮两个老爹海底啊啦！海底，你个老爹海底，海底你看，我是要安怎找啊？我当然嘛会记的位置啊，你听清楚啊，伊伫龙洞的下骹，为唱水店的当兵收过200公尺的海底。你安尼，甲迄个潜水人员讲，伊就会当找到我啦。伊龙洞下骹，为藏水店的当兵200公尺收的，就伫遐。有听到无？陈东俊讲，伫龙洞下骹，为藏水店的当兵收的200公尺，就会当找到伊。今日找伊。该错。我知影，出来搞我处理。江老师啊，你来叫人把亚杰带过来。江老师，你想哪？啊，你哪会不爱回答我的问题？你有了问题，我确实是要甲带过来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律师。你不是律师，我你到底是啥？你假做律师才结婚，你想什么？若是甲因讲你偌钱呀，可能你会开心。Dora 将超越，就是我。我是亚杰 DB 哥时阵，上会寂寞破。这边老可怜啦，你是多啦？啊，之前子倩明明都把你衫救落来啊，确定过啊，你的胸腔遐嘛无是过会赤你啊？那真简单啊，只要有人弄铁皮个扛起来就好啊。我即摆有代志无闲，小陈才讲。这就是我之前看到迄个倒落的来电大头贴，忘掉。所以你一开始安尼接近我，就是为着要报这个局，是不是安尼？亚杰想过善良啊，一直带领伊甲你感情，一直予你机会，希望你会当回头。啊，不过伊予伊家己的善良。害到人拢无去啊！我袂赴甲阻挡，我无得找你，所以我只好为你只下手。
爸讲了无唔对，咱真正中意过。你是恁的死期，恁的心肝来这么凉毒啊！对雅杰做出这款粗残的代志，今仔日我得干杯敬你啦！昨下时阵，你伫路下拄到一个人抢你的手机啊！我出现替你解围开始，姐。天罗地火，就穿便便，准备抓你两个凶手。江超越，你挑工假做律师，引起我的注意，你就是知影，我的对敌在后边，想要找你跟我斗三工。所以咧，在酒吧内底，我安排好的bartender，在你的面头前侮辱我这个工律师，我搞都我搞，我搁用我的撞球美技，打赢迄个撞球王子，安尼唔就和你对我的印象加深。江超越，你来失救啊！你真正是个该死的骗子。小钟，啊！这是让恁台死迄个假证明，伊哪会好好徛伫遮？伊哦，是假死啊！我事先安排好诶，我个目的哦。就是给咱逼家愈来愈惊，惊无路通行，就是爱让你透提包才知影听，才讲出真相。江超越，你这个人心机真正足重诶，设计一个陷阱，害我甲董俊一步一步带你去煞无感觉，啊无，阮今日嘛袂遮尔凄惨落去。这黑道的查某，莫做讲话！你敢知影？为着逼你讲出雅杰下落，我用偌济心思。迄时阵你去饭店要抓我，若无陈伟尧甲罗家凤英甲我斗相共，我早就互恁斩掉啊！好个财务机密，伊伫出江律师就是倒啦。我是雅杰好朋友。安尼我才会当斗上天，为着要保护多拉，我咧信任伊，阮要配合演出，我咧想办法去看到多拉摕刀仔甲阮要对一刀，嘛变你莫去相信陈明星讲的，选择相信多拉，所以才有今仔日的死局。